叶议员，稍安无躁，即系成千几个修订，即、就、系、是、我哋讲到咁有呢个嘅系统，咁有呢一个嘅逻辑，咁有理据咧，即、就、系、是、你哋应该感到惭愧啦，真系吓，好、啊、多问题你哋，我唔讲你哋听都冇听过啦，系咪系嘛？好似我加呢个修订，主席，好似我加呢个修订啊，有关呢个嘅。啊，刪減呢個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同埋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呢方面嘅啊專業費用，我諗啲議員根本睇都未睇過啦。好似我早前所講，我話喂，呢兩個司長辦公室就肥上瘦下，將自己嗰個嘅啊呢兩個自己嘅即係成年嘅總開支嘅增長係18%，係眾多局部門之冠，呢、這個就唔係肥上瘦下。又唔聽，又唔見呢啲保皇黨喺度批評，係嘛？主席，我正式即係主席發下少少牢騷啫，見到啲人喺度咁樣空洞少少問題，係嘛？特別呢個元秋啫，嗰啲嘅表現，主席點人？